嗌翻我 Pauline 噶啦。呢條路呢，我好多時都會行嘅。咁最初見開嗰個狀況咧，嗰個面貌咧，其實就好似嗰邊咁嘅，即係唔會有一啲四方嘅石屎嘅一嚿嚿嘅喺上邊。咁後尾突然間大概2000至到2001左右啦，咁我見到啊好多一啲咁嘅四方好整齊嘅一啲嘅石屎嘅塊面咧喺上邊出現。咁對我嚟講嗰個impact 就會好大啊，因為好慣常去見開嘅一個面貌咧，係突然間完全唔同咗啊！當我知道佢係原來目的係鞏固個斜坡嘅時候咧，其實嗰個關係就好有趣，就係、是、雖然佢係破壞咗景觀，但係佢係保障咗人嘅安全。有時行過呢度嘅時候咧，我睇到呢一個又係出現得好突兀啦，或者叫做嘅一個一級級。嘅好似一啲石頭啦，然之後咧，佢就揾一個其實呢啲好軟性嘅物料嚟嘅，一啲網咁樣掹住佢。咁但係會俾我睇到就係話佢嘅出現咧，已經好似一啲裝置咁樣樣。咁你會見到佢好似好臨時性喎，但係佢其實已經好多年都係咁嘅狀況。咁有時我行過咧，我又會見到有啲人咧會有啲嘅其他嘢加咗落去，咁我又會特別留意。咁跟住拉尾清除咗，即係當一啲譬如外間嘅有啲，譬如有啲宣傳嘅一啲嘅嘢黐咗落去嘅時候，我又覺得唔係幾開心，好似破壞咗佢咁。對我嚟講，嗰、那個人工化嗰個嘅嗰、那個感覺咧，又會好大。但你睇翻喎，本身啲石其實都係一啲自然嘅石嚟。咁但係即係將佢咁樣樣並置喺埋一齊嘅時候咧，又會有一種新嘅 impact 出咗嚟。嗰時咧，創作咧係喺生活嘅一啲嘅反應，一啲嘅感受嚟嘅。即係譬如可能係平時一啲覺得其他人可能覺得係微不足道嘅嘢，咁但係對於我嚟講，可能一啲嘅小小嘅變化咧，就已經係對我好大嗰個嘅感受啊！平時就好 casual 嘅，就即係茶餐廳咯，普通茶餐廳咯。咁其實喺以前我係唔入茶餐廳嘅，我係好怕入茶餐廳。但係咧呢幾年咧，或者同埋喺呢度附近嘅時候，就會覺得即係自己嗰個人好多嘅要求啊，或者個感受會有啲唔一樣。咁啊，反而係會多咗去茶餐廳咯。咁譬如而家呢度呢啲都係一啲舊式少少嘅茶餐廳，好似一啲好香港文化。咁有啲追憶追思嘅感覺咯，咁變咗尤其是喺呢度附近比較多呢一類舊式茶餐廳，咁就會入咗嚟咯，自然咁就嚇。有佢嘅可愛嘅地方咯。最初裝置嚟到香港咧，咁好多時嗰陣時個 concept 都係好西方嘅，好西化。咁但係我覺得冇一啲屬於香港嘅嘢，自己會覺得咁自己就好想做，就既然即係我自己會對物料嗰個嘅體會係覺得係有趣嘅，咁我就會發掘物料嘅精神性。咁於是我就用咗好多中藥嚟到去做咗幾件作品。會最初引發我去做第一批嘅時候就係鹹竹風，即係一種中藥啦。咁但係就佢嗰個外貌就會生生一隻好似一隻蜜蜂咁嘅樣啦。咁但係黑色嘅，嗰啲呢種蜂係黑色嘅。咁啊圓肥身嘅圓嘅咁樣。咁即係會睇到仲有就係中藥嗰個作用就係令到人去幫助個人去即係健康一啲啦。即係或者有病就譬如喉嚨唔舒服就醫好佢咁。即係呢個係一個引發器嘅啫。咁由嗰度開始引發咗好多嘅諗法嘅時候，就做咗第一批作品《再生事業》。其實第二批咧就係《新紅時代》。咁《新紅時代》其實都係從中國嗰個傳統嗰個文化嗰度開始嘅，植根，即係會睇翻點樣可以表達到香港人嗰個精神同嗰個關係咧。咁但係而我哋本身嗰個文化其實係中華文化噶嘛，咁我就會
找到一種物料，就是一種銅的網，是比較靈活性的。我覺得就好像很啱當其時，即係佢表達到香港人嗰種精神性，就係、是、香港人好靈活多變嘅，好彈性嘅。去到新龍時代，咁而係就再諗下，我哋係點樣，即係香港人究竟係點樣？咁所以就變咗就做咗一批都係用銅網去做咗一批嘅作品。咁就係好似譬如呢啲啦，即係船啊，有隻船我叫做銅舟啦。咁同埋攞埋佢嗰個中文一啲嘅諧音啦，譬如銅舟就有同舟共濟之意啦。喜歡四圍拱，四圍行，尤其是行一些可能，即可能有些女仔 都不喜歡去的地方，就是行油麻地新田地街啊，又或者是深水埗啊那些地方，因為那些地方是找物料的好地方來的。我會喜歡一個人四圍轉，四圍去看東西咯。在看東西的過程裡面，如果找到一些很對我來說是很新鮮的東西的時候，我就會已經覺得很即係好似啊，有個內心的喜悦已經會出咗嚟。去到完咗呢批之後咧，咁就開始會發現一啲嘅問題，就係環繞住自己身邊所發生嘅嘢。因為世界開始步向大同，咁但係大同底下會係點樣咧？咁我又係一啲唔知嘅問題嚟。咁喺嗰幾年裏邊咧，即係我會發覺某啲嘅斜坡咧係好得意嘅喺香港，環繞你身邊，即係好像一些你很平常不為意的東西，但其實它在這裡在變化。例如剛才講到有些石屎釘的那些問題，我會看看咦，我們好像現在是完全是被石屎包圍住，而這種其實是一種物料，是廣泛用得很緊要。所以我會看看我們現在什麼 material 對我們的影響是最大，以及我們廣泛用得最多的呢，其中之一我不敢說全部，其中之一就是石屎。於是就做了另外一批作品，就是對文明的思考，就做了一批種植文明。就我擺滿了整間屋的時候，會覺得、好像自己給了一個即新的生命給它，將人的感情轉介到植物那裡。就將一些不鏽鋼，也是一些很廣泛利用的 material， 就將它做到好像草那樣，然後就在那裡就哇，就整個房都擺滿了這樣。很有趣的這個物料，即其實我自己本身之前都有即接觸過不同的即傳統媒介，譬如陶瓷那些我自己都會有做過，即都有接觸過。但是石屎有個好處，就是去如果去倒模去成形的時候，它就不需要經過燒製嘛。其實好即做那個過程又不會太難，其實牽涉到就是石屎、沙、水，就是這麼簡單。譬如之前種植文明，我就自己做了一些四四方方的帽啦，然後就再在上面再加了一些不鏽鋼草，咁啲草亦都係自己去屈啊，去成。我係雖然我都怕污糟嘅人嚟嘅，即係但係我會諗辦法去解決嗰個問題。我要去處理嗰樣嘢，我覺得嗰樣嘢需要即係適合我嘅時候咧，我就會盡可能去克服去解決佢咯。咁甚至乎某啲問題可以暫時丟開咗，我自己係處理到。我作品一路都關注同嗰個自然嗰個關係，即係人工化同埋自然嗰個關係。咁雲係都係一個自然界嘅其中一個景象啦。咁喺呢一度我會睇，因為本身有一個空間就係一個船嘅上面嘅位置俾我做到裝置。咁其實呢樣嘢喺香港都冇嘅，之前冇呢個經驗。咁喺呢一度我就會諗點樣將我自己一貫思考開嗰樣嘢，再同這個船上面那個的環境去將它結合在一起，即是撞在一個相遇，看看那個 結合底下那個結果會是怎樣。那在這裡我就想了用一些很彈性的一些尼龍的網管來到做了一個雲的形態。其實你看到現在這個很多個連結嗰啲嘅位咧，其實每一個連結嘅位置我都要花一分鐘到去處理嘅。其實基本上，咁呢度其實講緊係好多個連結嘅位置咯。咁但係將譬如當而家依個時候黃昏嘅時候咧，一個咁嘅人工嘅景象係一個室內嘅一個空間，同外邊一個太陽咁樣個結合咧，又係好得意嘅。埋嗰個鹹蛋咧，嗰、那個氣氛是不一樣的，是最漂亮的，應該是這個時候的。其實 Snaking is for broad. The
Offenders will be prosecuted.